喜欢电影《魔鬼克星》的玩家有福了，又有一款相关游戏要透过网络付费下载。这款《魔鬼克星：疯狂实验室》能让四位玩家网络连线，而游戏能让玩家以手上的雷射抓鬼枪抓住四处逃跑的小恶魔。每个关卡还有巨大头目把关，跟亲朋好友四个人一起玩《魔鬼克星：疯狂实验室》，打击恶魔实在是最佳休闲哦。